嘿呦，好台湾，这里是台湾最潮最专业的宗教自媒体励志安台，我是布拉空的好朋友，台湾最潮修复师阿力。那今天呢，又带大家来阿力很熟悉的一个地方，也是阿力的好朋友，又来到了南昌水门宫啊。为什么呢？今天会来到南昌水门宫，主要是因为受到温塞的邀约，说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仪式。啊，是什么仪式呢？等一下我们抓个机会把温塞抓进来，我们来好好的问一下他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还是不忘了提醒大家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的励志香品跟保养蜂蜡都在我们的药福生商城持续热卖中。那想跟阿力聊天的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群组。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影片咯， Let's go。台南是一个文化资产非常丰富的地方，而在明年呢，刚好又到了我们府城建成400周年。那今年呢，刚好又遇到了两年一度的无隐藏文化资产影像竞赛的活动。什么是无隐藏影像记录比赛呢？它就是有关于台南文化资产的一些影片的一个比赛。那今年呢，就刚好到了第5届。那它总奖金有45万，首奖有15万的奖金。那很不好意思的说，我们励志老安台的南岛，他就曾经得过首奖。如果有兴趣想要参加报名的朋友，影片的报名截止日期在6月30号。那更多的详细内容跟说明，也欢迎到我们的无隐藏的官方粉丝页去查询。那就这样喽，欢迎大家一起参加。好，那今天很开心在五虎二正也圣诞的这一天来到南昌水门宫。那温塞有跟阿力说今天哦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哦啊，至于什么活动呢，我们现在把温塞抓出来问一下，到底有什么特殊活动要在今天进行。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温塞。大家好，被阿力抓到了。还有温塞呢，问一下，今天因为咱五福二正也是圣诞嘛，吼啊，今天是要有做什么样的仪式跟活动吗？因为吼，咱本身咱的法律就是对保安讲出来，所以咱保持着传统，就是讲咱以主神的生日，咱会去做造桥解运。造桥解运的话，就是以咱的小法、红头小法落去做，包括内底。该摆的物件，有啥摆遮的物件，有啥物城门爱开的倒会搭，这拢有一定，它一定有它的含义，有一个规范的。对，唔是讲你有白用就会使，因为所有的物件拢一定有伊的含义，所以咱就是讲较传统。较传统的是，咱发来爱安那做，所以有很多前置作业。对，我看到看到边啊，阿尚在那边做遐超人贴心啊，贴心。所以那是前置作业。前置作业，对，啊，就是先把这物件准备好，因为今仔可以来改的，因为我往年拢差不多1-200个左右啦。哇，拢达当拢差不多。我时间还足长嘞。对，啊，正常我若咧改，我拢差不多伫个，差不多若2点外开始，3点到5点我靠结束。哦，啊，所以它整体的流程，哦，伊大概是有甚么款的流程？哦，咱一般拢会先请神。哦，先来一定是做啥代志，先请神，请大，请大请神嘛。然后请神了，哦，小孩就开始准备要落去做桥啦。哦，比如讲，就像较俏皮的啊，俏谈讲，哦，像咱哦勇敢做桥用石板，嘿，哦啊单纯做桥医疗，哦啊这医疗的，啊这种他这种转换的方式啦，对，形式转换的意思。对，医疗挂对话嘛，比如讲徛电话落去讲，啊高边落去回。哦，想讲用对答对答，有些对话呢，啊，你较趣味嘛。对，啊，然后伊就啊12生肖的咒拢念出来。但是我较特殊的是讲，哦，譬如有的可能就念，哦，比如猪年，哦，畜嘛，哦，猪年猪尾啊来着，啥物出头，但是我无讲个哦，猪是属畜，啊，有啊畜八尖畜八念，我把畜的过程讲出来。哦，所以这家畜有什么用途？就这只老鼠有什么用途？对，啊，这是老鼠的特征特色上亮出来。对，所以这是个很有趣的仪式。对，啊，因为这当一遍，所以阮对
公婆过来，你弄个保持，都保持这个传统，每年都会有，所以今年错过了，明年可以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安尼我等下有机会来看一下咱的前置作业大概是啥样。嘿，对对。对 OK， 安尼咱的感谢文仔，我今晚来看一下伊做做桥过涵的一些进程吼，有些前置作业啊，需要准备啥物件咯？好，那阿丽咧，刚才去阿桑那边，先行拿了一组哦，这个铁型呐。那他这边是分男生跟女生，啊，有些地方会有十二生肖，哦，啊，这边比较特殊的地方是，他每一组都还会加特六，哦，特六，啊，就是有一种代表阴阳，也是可以代表说有一种就是驱邪的一个意思啊，哦，啊。上面有三支香，吼，咱看过有人点个哦哦，啊，有些点个哦哦，其实这个用意吼，在民间信仰上的是代表讲，咱点个哦哦，代表讲它是香是有点着的意思，哦，因为咱咧可以咧进行的时候，可能要等比较久的时间，可能这张可能写完了，该袂白咖哩，吼，啊，而且第二点是人潮比较多，惊人出着危险，所以就是烧哦哦代表有点的，但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，就是下底这两粒，这两粒就是。口钱、口钱，然后蛮有趣的。这是我罕咧看到，讲贴心来这个加的正能量。那这两颗里面是包有真的钱哦，内底是真正是有铜钱、铜币的。吼，我头先有问过，这一个就是到时咱解了的时阵，一个是淡水江河海水内底，吼，代表咱买命钱呐，吼，把咱的不好的东西带走。然后一个咧，你就把这个铜钱，吼，拿去买个糖果，假或滴滴啊。哦，等于讲咱有解文诶艺术，哦，所以这是个蛮有趣的东西，哦，啊，所以每年有兴趣诶，会过来咱南昌水门跟来参加这个桂花。啊，当然咧仪式进行的时候咧，阿丽咧也是会很厚着脸皮的拿着我的替身去排队，因为我敢讲我嘛是需要和新人解解文的呀，所以咧我们现在就来等着看咱个这个桂花的仪式流程。那我们现在后面看到的这个装置，哦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二柜函，哦，就是该文可以的、该必备的一些东西呀，哦，啊，主要咱看到的是用医疗的去做那个桥，那个医疗下面就放了七个，哦，灰炉，七个火炉，哦，代表就是七星炉啊，哦，七星炉改运嘛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城门呢，等一下它会从桥的另外一头开始走进来。然后出这个城门，那刚才我跟阿文塞聊了一下，他说为什么要城门放在最后走出去？因为代表说，哎，人哦就是要过这个县城汉峡，哦，大家出关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人不好的一些东西，哦，跟一些厄运，哦，或者是一些业障，在出了这个门之后就留在门内，我们出来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，哦，就是解文的艺术，哦，那这是他整个设置就是这样。啊，等一下哦，模糊李定雅他会降价，哦，降价之后呢，他就会带领着大家来去为这个喊歌，来开始做这个科仪，好，哦，那带给大家一个好运，好，哦，啊，改这个运道，啊，让希望讲啊，一年啊是以后大家让顺顺利利，哦，啊，阿丽咧，等一下咧也会来排队，然，哦，后来提亲，啊嘛，要来过一下喊歌的。哦，好，家己当安尼，看下较好运的无啦吼。啊，现在就跟阿丽来去啊，摕咱的贴心来。一男一女。哎，对。好，谢谢。150，一个150。好，那阿丽咧，刚才也去拿了自己的贴心袋，然后往外摆堆。那现在看到后面已经有很多信徒哦，有不少婆婆妈妈。拿着家人的衣服，然后拿了一大把的贴心，所以因为有些人因为工商社会没有办法在上班的时间、工作的时间来排队，
就会委托家人拿着衣服，哦，来做这个解运的动作，哦，这是民间信仰可爱的地方。那因为水门宫哎，它是在台南也算是大庙大物，它是比较大的庙宇，所以恭敬敬哎，不要老是让人觉得说，咱去解一个运，那啥啦都要花什么很大把的金钱，爱开几万的啊，是几啊千块，唔免。它就很简单的是，因为它这个有钱币，然后有一些工本费，一组就是百五块，啊，就等于添一个油香尔，没有什么说你解一个运爱开几万，唔免。所以要解运，你就是讲啊敬敬哎，百五块。大庙带一定也得帮你解运啊！借问导游啊，桥头将军说啥？说啥啦？手持宝剑破关寒啦，有关有寒叫上辈啊，无关无寒保平安啦！桥尾将军说啥？说孙啦！手持宝剑破关门啊，有关有寒叫上辈啊，无关无寒保平安啦！好的，那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南昌水门宫，然后也过了那个平南桥啦，然后也让我们的五府二正爷给赐福了一下，那我希望把这一生不好的运势都给带走，那也希望可以过得更顺风顺水。那今年呢没有来参加到的朋友，记得明年哦，在咱五府里定也庆修的这天要记得来到南昌水门宫，吼，也来参加这个科仪法会啊！影片呢的最后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
我们的香跟我们的蜂蜡保养组一样，在我们的药福村商城热卖中。那想跟我们聊天的，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 LINE 群组加入我们的群组里面，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些不辣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你是王台 ，See you。